其實我哋以一個咩標準去經營呢？我哋係希望提供一個 cafe 嘅環境，舒服嘅。但係我哋嘅出品係可以媲美到餐廳正常一個食物嘅水準啦。我哋覺得呢兩樣嘢其實係可以同時出現嘅，同埋我哋覺得個性價比一定要高。講起 cafe， 大家都會覺得食物唔係重點，但係今日帶大家去呢間 cafe。高質素的食物才是賣點，誰說咖啡的東西一定不好吃？第一個就是一個慢煮24小時的美國安格斯牛肋骨，我們精心選了一個來自美國安格斯的一個牛肋骨，首先我們用一個慢煮的方式就處理24小時，之後我們就會再將它幾邊煎香，因為慢煮的關係它的肉質其實已經是處理得比較軟軟的，咁再加埋煎香咗幾面，就可以做到出面咧比較香口啦。咁就入面咧嗰個肉質咧仍然可以保持到質感同埋肉質嘅。咁我哋另外一個介紹嘅咧就會係法式油封鴨腿肉好乾菌意大利飯嘅。咁我哋首先就會係以一個法式油封鴨嘅做法啦，用鴨油將嗰個鴨髀咧係都係一個低温慢煮啦。咁我哋處理完之後咧，我哋會將佢手撕拆肉嘅，咁再加埋牛肝菌一齊去到做一個意大利飯。牛肝菌就令到個意大利飯嗰個香味會比較有層次啲，咁就呢個口味相對咧就會比較係濃郁啲嘅。仲有一個小食嘅，就係自己研發嘅一個紅咖喱芝心炸蝦丸。概念其實我哋都係來自一個泰式嘅蝦餅啦，同埋泰式嘅魚餅嘅一個組合啦。咁就將紅咖喱加埋落去蝦膠嗰度，做成一個蝦丸。咁入面我哋會再加一個車打芝士嘅圓心啦，希望食到唔同嘅口感啦，係啦，有香口，同埋亦都有芝士嗰個鹹香味喺入面嘅。最後介紹一個咧，就係我哋呢度嘅招牌甜品啦，係一個 Dutch Baby Pancake 嘅。Dutch Baby Pancake 咧，相對市面上嚟到講咧，就比較少見啲啦。Dutch Baby Pancake 基本上其實一定要用一個鑄鐵鍋去到製造啦。咁基本上經過咗焗爐嗰個焗製之後咧 ，Dutch Baby Pancake 其實佢會有一個好香脆嘅外層啦，而裏邊咧就會比較係軟熟啲嘅，咁就會有個唔同嘅口感啦。另外我哋會配搭一個用 rum 酒做嘅焦糖香蕉同埋雪糕咁樣，令到成個甜品咧嗰個層次咧都係豐富咗好多。其实这间咖啡已经开业多年，这么多年来都屹立不倒，就因为他们打破了以前楼上咖啡的界限。其实我们咖啡已经是开了第14年了。其实以前我们为什么开这个咖啡呢？个原因都是小时候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去咖啡那里跟朋友 gathering。但是当时其实我十几年前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开的就是一个楼上咖啡比较蓬勃的一个时间，但是当时的楼上咖啡那个质素其实有些参差的，你想找一个好坐好舒服的地方而啲食物是好吃的，其实是相对比较少选择的。那我们就会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做得好一点，如果想做一间可以提供到好食物的一个咖啡，其实我们能力都可以做得到，那我们就希望想尝试去做这件事。作为楼上咖啡，最难的就是吸引新的街外客人，而这里都是靠客人口耳相传，一个传一个，先撑得住14年。为什么会知道有这间咖啡？他介绍的，朋友介绍。朋友介绍你的，朋友是熟客。是啊。觉得这里的环境怎么样？环境都挺舒适，同埋都挺阔朗的座位。你覺得呢間咖啡同其他咖啡有咩唔同？我覺得食物嗰方面都幾有水準，因為其他咖啡可能都係膠嚟啲嘢食，咁但係呢間咖啡就真係自己 handmade， 咁我覺得幾好味。我哋一直方向就是我哋用食物去到取勝，我哋用出品去到取勝。咁其實當時其實好多都係靠熟客，可能你嚟咗第一次，我就會相信你會嚟第二次啦。咁可能你第二次你再帶朋友嚟。咁就一直就以一個咁樣嘅口耳相傳嘅方式去到做一個叫做 promotion， 咁亦因為咁樣，我哋儲落咗好多嘅熟客啦，有多客係已經係幫襯我哋超過10年以上。Coffee Sense 對我嚟講，其實係一個平台，我可以同客人去到分享一啲我中意嘅食物，因為其實我哋擺得落 menu 嘅，其實都係我哋中意嘅嘢食。
我哋希望喺呢一度可以介紹俾客人，而客人亦都係可以滿意嘅。咁而客人亦都有一個平台係可以分享佢嘅故事，分享佢嘅人生，分享佢嘅感情。咁我哋希望可以作為一個咁樣嘅扭結，去到同客人聯繫。